己将妈妈轻轻笑，无需祈祷，只需仰视我的骄傲。错，特授尔为尚书右仆射，昔之敕命于系，主者施行，谢恩。臣陆云己，谢陛下隆恩。站住！你干什么的？定远将军生出目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叫什么？定远将军，生出木。蔡国公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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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杯！这几日陛下在宫中设宴，我喝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今日。最多三杯，最多三杯啊！扫平圣国，这可是大功啊！我得知消息，陛下有意让蔡国公做尚书右仆射。哎呀，这以后就是出将入相了。哎呀，可喜可贺呀！恭喜蔡国公啊！恭喜蔡国公，可喜可贺了。老夫戎马多年，如果这老了还能得个安逸宰相，此生足矣呀！啊，来来来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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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云集竟如此大胆，除了搜刮官员钱财，他还贪心不足，下令洗城。洗城？他以彻查叛军余孽为名，放纵士兵洗劫百姓，凌辱民女，大唐的军队像一群没有人性的土匪。岂有此理！因显微臣碍眼，他命微臣只带200人进安西峡查探叛军下落，不料有人故意暴露微臣行踪，微臣一路被叛兵追杀，最后重伤掉入大海。混账！请陛下立刻派人锁拿陆云锦。如此猖狂之罪行，令人匪夷所思呀。盛楚木，不是朕信不过你，卢云吉刚刚为大唐打了一场大胜仗，朕不能只听你一人之词。这并非微臣一人之词，微臣死里逃生，这次特意从九回口登岸，就是为了揪进去九柱城，取陆云吉罪证。陛下，这上面是所有九柱城百姓的血和泪，陆云锦洗成了他们家破人亡，这上面的每一个名字，每一个职业都是证据。来人，在命有司，锁拿陆云锦，一定要查明真相。是。
陛下，此事陆琪也有参与，负责搜刮叛军官员的府邸就是他带人干的。陆云己之子陆琪，移兵捉拿。让开让开让开。蔡国公大喜啊，哎，以后要叫陆相了。大家敬陆相，来，恭喜陆相，恭喜恭喜，陆相请，陆相请，请请请，让开让开让开。你们放肆！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啊！奉陛下诏令，捉拿陆云己与陆琪。你们不会搞错了吧？有没有搞错去了就知道了。带走！站住！小子啊，夫君，这不小子啊，夫君别打了，儿子都回来了。你给我经历过无数的刀剑之伤，从未经历过这种痛啊。